每次回老家都要泡温泉，这次有点特殊。老兄弟方圆说是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，非要聚一下。也好，我的几个老兄弟也是好多年没见，有些事儿总是迷迷糊糊的。你看见了不一定是真看见，好像明明烟尘是灰的，但看起来似白似白的。19世纪末，英国物理学家洛德克尔鱼说，火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会变成不同的颜色。有时候我总认为火原本是黑色的。天阴的时候，我看江水是红的。我名字里有个波子，我这帮兄弟给我起了一个外号三皮，我很讨厌，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。那天的聚餐，大四一直没到。大四怎么还不来？我催一下。你他妈不是人！赵小龙又犯轴，非要让大四过来，跟我们对这个事情。生活总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，像窥视的多棱镜一样，折射出真实与虚幻的多种色彩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偏好的色彩。以前我们几个是芜湖传播技校的，天天也不去上课，都在江边上瞎混。哎，你这车走私了吧？对，跟你妈一样的，滚！东东，啊，小虎队好帅啊！当然了。啊。啊。哇。
他要能边骑摩托车边打中那气球，你就做他妹。哎，晚上跟我们去玩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考虑考虑吧。看着。停车！我要见我妹，干什么呢？跟我叫！大皮啊，今天开眼婚了啊！大四每次都不带我来，大四坏着呢。为什么变胖了？哟，你们几个每天准时报到啊？莫言，今天换个新袋子啊？你都已经买我同一个手表，你这眼镜该换了。阿飞正传，你做咩喺度做咩？王家卫是谁啊？我等咗你三年。管他是哪个，三年呢，我也挣到一个。今天啊，你人生第一次。你过去，我仲未死嘅。我俾你再做十次，再做一百次，咁又点？趁老子我哋杀咗阿成，咁又点啊？你是听不懂我说话是吗？啊？我已经冇咗个细佬，我唔想连你个朋友都冇埋。妈，你死一死好唔好？冇讲啊！你睇我嚟个。你冇差我任何嘢，我从来唔会逼朋友做啲唔想做嘅嘢，我有自己嘅原则，我都想同你一齐打。你好中意同我恨啊！我就杀你，我等一个机会，争翻口，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，只系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，我就死我啦！稍等，要不你们三个上去远见。屁虾们！就算而家是俾人打，做好人嗰阵，连行两步都俾人跟踪啊！
你觉不觉得这个火特别烫？啊？啊？有点热。哎，你会打台球吗？不会啊，你教我吗？好啊，那个，那我去找球杆。钓什么鱼？就那条吧。我给你弄干净了带回去吧。这鱼有鱼籽吗？没有。那我们打个赌吧，如果你输了，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那我都有。你还说有，没有吧？说吧，什么要求？今晚我们轮渡口见吧。去那边干嘛？去了我再告诉你。赵小龙，你可以啊。我要原版没格子的。我就想要本没格子的原版飞渡，让方圆给我带回来。可这家伙根本没放在心上，脑子里只有姑娘。李东东约赵小龙陪他一起去省里参加运动会的选拔，可是我兄弟赵小龙脑子真他妈一根筋，这种事还下仗义，非叫上我们。方圆是哪有姑娘就去哪，大四也是脑子不好，就会跟着起哄。
你怎么像个死狗一样？哎，这个烟这么长时间能不能抽啊？我哪知道能不能抽？你一天到晚能知道什么？你抽了看看会不会死？你这个嘴怎么那么贱呢？小罗，这个房间就一张床，晚上咱们三个怎么睡啊？你睡地上吗？你告诉告诉我，我凭什么睡地上？你不睡地上，谁睡地上？你怎么不睡地上？方圆，我肚子疼，你陪我买药去。快点儿！外面太乱，还是我陪他去吧。你去更乱。今天准备怎么样？在外面有信心吗？没问题，你也加油。哎，小美跟我说她肚子疼，是来那个。你真聪明。小龙，嗯，你不觉得姑娘们跑步挺好看的吗？李东东，你一个人怎么来的？坐轮渡来的。学校专门为你们租了大巴车，你说不见就不见了，谁给你的权利？哦，你就是跟他们一块来的吧？哎，他指我，那你去干他去。东东，别有压力好吧？朱老师说你两句也正常，等会儿比赛放轻松点，好不好？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来，朱老师。各位，李东东加油！预备。哎。你们几个怎么来的？怎么回去吧？不是凭什么呀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讲理了还？哎呀呀！啊，过来啊！我说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上车呀！你们没资格上这个车。怎么没资格？你们那么多没道理啊！讲理呀！你们想学黑社会啊？谁学黑社会啊？我告诉你们吧，天川还没有黑社会呢。我们哪个像？你们呢？等着滚蛋吧！不是，谁骂的滚蛋？快打人呢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朱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干什么呀？有这样对老师的吗？太不孝了！李东东，你上车吧。快上车吧！快点的，上车！我爸再给你找个学校。不用了，反正这种烂技校也没什么好读的，开了就开了吧。人家在吴城有点关系，你都不用管，很快就搞过去了。别费事儿。不费事。Hello。是领奖吗？多抓点。吃不吃领奖？我吃。兄弟，啊，哎，大嫂，
啊，让你帮我买个书呢。那你呢？啊，让你帮我买个书呢。你给我滚！书在这里。滚我来。滚！像你的吗？滚！朱小龙脱离苦海。来来来来来，谁跟你吵了？找你们，以后就找你啊！张明，赶紧走啊！慢点啊！不陪你们了啊！走。哎，我来来来来，慢点啊！五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开的饭馆。你们来吃饭了？我操！你们这几个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介绍什么？小龙嘛，你们几个嘛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三个烟，三个烟。这两个你认识啊？这两个倒是不认识。来，美女你好，抽烟。啊，不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刘小美，李东东。哎，对，刘小美，刘哎，哎呦，好有性格。你讲这个，叫坐这儿坐。是吧？哎，你讲这个方圆是不是啊？太不讲究了。两位大美女过来，从来也没想到过我，从来也不带到我这来。哎，这饭馆是你爸开的吧？是吧？他爸过世了。你看看，就是三皮有心。来，敬你一杯啊！来来来，小龙小龙，来，来大四，两位美女，两位美女，来两位美女，初次见面啊！五一，五一，我们都是小学同学，啊，来，哎，美女。你吃这个鱼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鱼啊，都是我们每天从那个江里面就捕上来。我跟他们有合作，嗯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鱼特别好。来，我问你，我问你了。啊，对对对，鱼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是绝对是好东西。那我们吃完了，你要不再给我们来一盘吧？没问题啊，来，再给他们上盘鱼。服务员，干嘛？哎，去，干嘛啊？都是学生，你到这来买什么的？谁是学生？你不要跟我抢啊！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干什么？你走。你到我这来，你不给我面子？这不是你自己开的，我哥开的不就我开的吗？行了，可以了。不要了，哎呀，服务员，啊，好，谢谢吴老板请客。下次绝对不允许了，绝对不行啊！下次讲定了啊，要不然以后你们不要来了，好吧？啊，来，好吧，来，干一杯，美女，差不差酒？差酒让他们再上，随便上。怎么了？喝多了吧？不胜酒力，还不胜酒力。那段时间，我们经常在五一那个餐馆里混，反正大哥也没指望他干餐厅挣钱。你今年多大？20。你是哪里人？简春人。你喜欢干什么？跑步。你跑步快吗？特别快。跑步真的特别特别快吗？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快？啊，那你是不是弱智啊？不是。你真的不是吗？你确定你不是吗？你如果不是弱智，你来干嘛？来，喝酒。干嘛呢？我操，什么情况？停电了！哎，不要急！哎，给我上个蜡烛。像一朵叶。
了。后面打算干嘛？没想好呢。我打算干沙船生意，建筑行业挣钱。还是干沙船买卖挣钱。哎，你看那边，就那些黑沙场啊，有他们在，我什么都干不了。为什么？都是一伙的，无照经营，船上油都是搞来的。有一天我迟早把他们全干了。油有什么好搞的？油能挣几个钱？你知道一艘船一天烧多少油啊？你知道一桶油多少钱？油都是搞来的，还无照经营，纯正。那让你哥帮你啊。哼。方圆有段时间，老少们的摩托车太差了，大家心照不宣的计划着搞点柴油来卖，然后换个新本田开开。照一下，照一下。吸一口。什么？嘬呀！嘬一口。嘬死了。以后有油就往我这帮送啊，我这帮也不需要发票。好，慢点啊。200、250、300。哎，昨天是不是你给偷的油？放你妈个屁！你看见了？刚从里面出来，不是你们几个谁啊？那车队里那么多油都是我们偷的，我就怎么说了？来来来！把钱给我，干什么？我们别操心。这是什么呀？大哥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事儿可能是个误会，这是我们卖油的钱，全都给你们。这点钱打发谁呢？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想讹人是吧？老子讹人的时候，你们还他妈种地呢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钱就这么多，想跟我们闹事，我们奉陪。我去，好，那是误会误会，这个钱呢，你们几个留着还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那没个嘛，什么意思啊？看着像是给推磨。哥，来喝喝喝。哎，你看你贱兮兮的样子。哎呀，这顿饭我们请你。那你们是啊，真不懂假不懂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啊？怎么了？哦，你以为人家就不要钱啊，就怕了是吧？啊，那钱给你们，给你们那是医药费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个船边上那几个人不好惹，都是一伙的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干他们。干他们？哎呦哎呦，你本事真大！你跟他们干，你知道多少船，有多少人啊？你跟他们打，我打不死你们。不知死活。五一，你这关公像位置不对，财位方向坐北朝南。天地一声响，我什么时候从你们几个人这方买过油啊？我们昨天把油卖给你的，多少钱我们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呀？我钱都扔这了，还要废什么话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是单位的车队，购油都是有正规手续的。而且你们能给我出发票吗？开玩笑啊！狗日的，睁眼说瞎话是吧？犯浑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报警？哎，哥，你通融一下嘛，你们又不差这点油，是不是？什么差不差的？赶紧拿钱走！你就说你退不退吧。小王，叫保卫科来人。对对，队长，你给通融通融，通融通融。哎，你回来！你这么做没道理。要我说呀，就拿钱摆平。拿钱？拿多少钱？大不了跟五一借点，实在不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给他们钱，他们能不能要？还是别说钱的事了，想办法把油给还上。我那天就说干那个车队队长，你们还拦着我。我明天再去一趟，跟他好好说。你呀，那死理没用。
爸，我去找一下方圆他们。就按我说的干。那油去五一那边搞啊？小龙跟他说过了，没问题。你们商量着，我先走了。大四，你过来。你们怎么搞的？天天出去打架。你们到底这是怎么弄的？这是我看看，后面没怎么弄的。跟你说了我没事。我们去沙川那边搞了点油，别管了。卖了之后被人讹上了，打了一架，就这么点事。那你们赶紧把钱还给人家。没钱了，大四。我走了。大四，你在这等三皮，我和方圆打车先过去，摩托车留给你们。对了，记得去五一那地方装油，我跟他说过了。行，我先走了。走吧。五一鼓动我们报复，把打我们的那帮船工的船给烧了。我真的不想跟他们去，可惜想躲也没躲掉。三皮，走啊！等什么？三皮和大四油还没弄来呢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等他们了。他们来的时候，万一来人了，麻烦了。你急什么呀？这事跟你没关，你别操死。这不来了吗？快！
那是酒精。你个怂蛋！走吧，小东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干嘛？李东东啊，我来之前他来找我，说要替你们还钱。我怕他来了您不敢搞了，把他关我船上了。你现在去找他吧。人呢？啊？不在里面吗？人呢？我跟你说就在里面。就等下有人来把这个两桶油拿走，我要不在，你就让他们拿走。好吧，啊，你进去吧。武艺，啊，哦呦，快快，你咋去了？你自己过来的？武艺，我想问你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你知道小龙他们卖的油是哪个船上的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来替他们换，你看这些够吗？不够，这儿还有，够不够？你从哪来的？你别管了。那这样，我来帮你还，好吧？你先回家。不行，你今天要带我一起去。你什么？你放！你这个事你不要管，好吧？不行，你先不带我去，我哪儿不去？行行行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，走走走，你跟我走。哎呀，我帮你拿着，不要那么紧张，没多大事啊。嗯，他们等一下就来。人呢？等一下。我们要等多久啊？几点了？这里面我也不知道。烂泥扶不上墙啊。
这个案子吧，虽然没什么直接证据，可毕竟也是直接嫌疑人，这个事儿不太好办的。我理解，这事儿我来办。行，那你这么说吧。没见过，就前两天，见没见过这个姑娘？没见过。您是没见过还是不记得了？我真的没见过。我们两个来过这里，你还记得吗？每天我这地方来那么多人，鬼晓得。姐，请你一定要帮我们好好找找吧，我们都急死了。与东东失踪很快在派出所立了案，这样的事情在长江边上也曾经发生过，但自此赵小龙陷入了无止境的寻找中。出事之后，我爸将我从技校转到上海的一个牙科学校去了。那天好像方圆来送我了，但大四就跟消失了一样。先生，我们不营业了。他跟那歌舞厅有什么仇啊？哪位是戴思维的亲属？哦，我们。他拒绝探视，你们回去吧。
帮我呼80220060，留言，我要见你，马上出现，帮我呼三次。李东东消失被定为失踪案，武艺认了烧船是他自己的主意，拘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出来了，每天还是无所事事，和一帮混混天天打麻将。来九条，大条，九条，来红中，盯着我呢。哎，你赢钱了，不盯着你打。干嘛？怎么了？笑什么？他又点炮，我不是他又点炮，那不怨我吗？又点炮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哥，手气不错啊，今天顺点。今天也太顺了。不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啊！大姐，大姐，来把那个拿个矿泉水瓶子来，我扫房间。尿尿，我上去尿去。上去。来，等我一下啊。六万，三桶。哎。小子拉肚子，一个半个小时没回来了，不会跑了吧？啊，跑了，他欠我好多钱。谁啊？谁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给我放开！啊！帮我啊！你知道帮我什么后果？你现在给我松开！你现在给我松开，这个事情就算了。你他妈给我松开！松开！来这里打工，这打工啊，这那环境很辛苦啊，也很枯燥，工作量也很累，能吃下来这么苦吗？没事，每天要冲船，检查缆绳，环境卫生，你是否能干下来？
吃辣椒。上到开鱼节到了，你买我的炮仗一定发财，一定发财。周围几家买的都是我的炮仗，不是？你买个炮仗哎，买个炮仗哎。小手下这么点小事，你都得让我。哎，吴总。吴总，吴总。忙你。你家老二人呢？吴总，你看看。你们找我要钱？哎，不是，吴总，你是懂规矩的人，欠债还钱。主要是我们找不到你们家，只好找你来问问。行，等我来找。条子，你们先拿着。那行，找着人，怎么讲都行。行，吴总，你忙啊，你们忙啊。这不行啊！武艺几天没来？有好几天了。这几天你们都没看见他。什么后果？让你哥弄死我？你觉得我会叫我哥来弄你啊？不然呢？你弄我，眼睛瞪得跟牛蛋一样。我们要等多久啊？哎，就是他们这个事情，你不要掺和了，好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过了今天晚上，事情就结束了。你待着点啊！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给我讲。待在这。你让我们上你哥的船，你懂个屁！没有你哥，你什么都不是。
们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我哥赵的，是吧？我五岁的时候，我哥就到深圳去了，我老爸死了都没回来。我给我老爸摔的盆，现在回来了。老大最厉害，他干什么都对，别人干什么都错。你哥现在还在满世界找你。没事，他那个船都是非法的，他不敢报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偏好的颜色记忆，在方圆的记忆里，吕东东是喜欢他的。
师傅，哎，出来出来。打听的是啊，我看到那些个船啊，往江里投的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农产生的温猪。那干嘛往江里投啊？查出来温猪要火化，火化要花多少钱呢？往江里一扔，多省事啊，鬼都不知道。吃饭了，别客气。谢谢啊。你着什么急嘛？师傅，你这还招学徒吗？烧船的事儿就算了，我知道那不是小兄弟你一个人干的。我不管你们跟武艺之间有多少瓜葛，你们之间有多大的仇恨，现在他人不见了，我觉得跟你们有关系，这估计应该没问题。你们还有两兄弟，人呢？有一个转学了，另外一个呢？
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钟哥，一个人回来了。下车吧。我会想办法把你捞出来的。歌舞厅那边赔点钱，再给那个保安赔点医药费，这种事情反正可大可小，关不了多久。我已经在找关系了，听说柳胖子的叔叔。别找了。为什么？你最近怎么样了？我调查过了，武艺跟李东东的失踪应该没什么关系。人是他关在船上的。方圆呢？他怎么样了？我们俩一起去找的李东东，路上我们俩干了一架，后来再见他一面，他还在瞎混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继续找。我就不信我找不到。你还要找啊？肯定要找。我就不信我找不到。别找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别找他了，你找不到他了。我觉得方圆搞不定李东东。为什么？我就没见过他笑过。
哎，问你个正经事，李东东到底跟谁好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到底喜欢谁？都喜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干！嘴放干净点。小龙还等着咱们呢，你不去我去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走走。哎呀，我以为他们有什么事情，我就跟了上去。时刻保持清醒头脑，立足预防，抢先抓早，打主动仗，对防汛抗旱各项应对措施在部署、在检查、在落实，要严明工作纪律，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各项责任制度，以高度负责精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，奋力夺取今年防汛抗旱工作全面胜利。那个吴总，您下午2点还有一个会。知道了。吴总您好，我是交通台的记者，耽误您几分钟采访一下您。你们交通台的节目我也经常听，咱们直奔主题吧，好吧？行，您能不能谈一谈您企业对今年的防汛受灾有哪些具体的行动支持？哦，我们盛武地产集团呢，采购了1000顶帐篷，今天晚上6点就送到灾区。我们不会让老百姓没有地方住的。洪水虽无情，但人间有大爱。
你现在在公司吗？你老打电话干什么啊？老马说他那批玻璃早就到位了，他的货款你什么时候给他清了吧？啊，你那批款我不早就给你了吗？你老马那个货款跟你有蛋关系啊？不是那个意思，老马是我介绍的，你这么搞我不好做人。我们现在在搞捐款啊，我们每天几百万几百万往外送，你现在讲这个话你觉得合适吗？你体谅一点好吧。那笔货款数目才多大？哼，赵龙，你这个人不要搞得不合时宜好吗？等这段时间过去再讲吧。尤其是对险工险段、穿低建筑物的监控，迅速降低超汛线的赵龙，特别要加强。我一没接我电话。没事，都是朋友。悠悠你在这儿，我怕什么呀？那我带你上去找他吧。好。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约好了。他难不成了？谁跟你们约好了？刚跟你们副总打了电话。找朋友了？我们副总没这样的朋友。走开，走开。我们从小一起玩起来的。这走开，走开！哎，别往回闯。哪来的这么两个粗鲁的人呢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犯法了呢？再闹我叫保安了啊！我靠，好朋友啊！出去，出去！打电话刚刚都约好了，就没有。你再闹我就叫保安了。没闹没闹，说半天了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先生，请进。小龙，来来，抱一个。哎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就是啊，来，迟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来，三皮。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！你也没变，大家都没变。方圆，你还是一样会装柿子啊！选这种日式风格的抱枕。这么多年没见了吗？哎，就我们三个吗？大四我也叫了，人在县城老家，说争取过来，还有小美，两口子一起来。他们俩在老家做什么呢？大四不知道在干嘛，小美在黄梅剧团。还是你神通广大，把我们又聚一块儿了。哎，就是找你最不容易，不然会隔那么多年才聚啊。你们俩聚过？也没聚过。虽然在一个市里吧，怪我，太不主动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照顾照顾生意，有家装什么需要玻璃的。当老板，玻璃。小笨笨们，你们俩现在做这生意，我真是一点都没想到。你干医生，我也是没想到。怎么想不到？他爸就是厂医生。哦，对，也就是混口饭吃。哎，就你一个大城市的人，你还混口饭吃？那我们怎么混啊？同济的吧，他是。不要讲这种话。同济的主治大夫，你开玩笑。你们都是老板，不要再说我了。没有。来，走一个，喝一个。
对了，我一个门市店收了辆报废车，我靠，神了！那天我正好在店里，我就帮忙收拾。那个报废车后备箱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我就往外清。你们猜我发现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后来去了几次派出所，说人一直没找到。我看着挂历上时间，应该比李东东失踪要晚，怎么也晚半年吧？你们说他有没有可能还活着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大四怎么还不来？我催一下。南斌，你说李东东还活着吗？那不好说。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你少喝点。方圆，你先出去。我有话要跟三皮说。怎么了？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面说啊？有什么话，就直说。三皮说，李东东可能还活着。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啊。那你就当他还活着吧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三皮，你要是说李东东还活着，你他妈不是人！三皮，你说李东东有可能还活着，小龙说你说的不是人话，什么意思啊？生意也忙，我就不留你了，以后有机会单约吧。我那边的汽车美容金卡送你。方圆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怎么回事我知道，当年我去找过。行了，你想说什么我不想知道，我要是你
我就什么都不说。小龙啊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还搞得这么不识时务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不提了。手，大，谁？眼睛，肩膀，肩膀，放松。那是淮阴树。洞朗逆来看，看了吗？看哪儿啊？那儿呢？刘小美。戴思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坐，吃菱角。不吃了，走吧。现在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赵哥，不然我们就在家吃点吧。不了。那要不一起？好，你就别去了。那我跟他们喝几杯。等一下。是，怎么才来啊？来，坐。来晚了，罚三杯啊！怎么才来啊？下雨，路不好走。刘小美呢？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大四，那年我去看守所看你，你跟我说过的话，现在你能再说一遍吗？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提什么看守所呀？是吧，大四？这些年怎么样？和刘小美还好吗？哎，要孩子没？大四，算我求你了。当时你跟我说过什么？你亲口再说一遍啊！当年谁没犯过错？过去就过去了，你现在要兴风作浪吗？哎，看看啊，满不满意？不满意是吧？不满意，拿把刀把他刺宰了，把三匹绑了扔江里，我跳楼给你谢罪。你妈凭什么要这样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他妈凭什么就这么死掉了？啊！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不告诉我啊？你跟我说，大四就是故意的。他也在牢里待了半年，半年，杀人是判七年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半年就把他放出来了？那四是你兄弟。
那是个意外。意外？把人推下去那是意外啊！长龙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疯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承认？啊！我从今天来到之后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承认？赵小龙，这么多年，兄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见面就要这样是吧？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了是吧？我他妈就想讨个公道今天，凭什么？领导来来，哎，这样不满意是吧？你想要什么公道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不就这么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？赵龙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着了。什么大都不到，得不到就得不到了，当然不做兄弟了。我懂了，来，全班打死，这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怎么是？放个二冷静点。来，胸往前探一点点，来 ，OK OK， 咱们这是艺术，艺术啊，给我一个性感的笑容，好 ，OK OK。嗨，别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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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姐，你找谁啊？我找的是你，你出来。你啊啊！我问你，你如果有女儿有妹妹，你会让她拍这种照片吗？啊？大明星？什么大明星啊？我们不要做明星，你别在那骗了啊！你太气人了，你，简直是不像话。这几年脑子里总是闪着江边的芦苇，毛茸茸的，摇摆不定，像个叛徒。哎，爱吃寿司吗？滚。那个你们厂的董博瑞听说在日本打工。打工？他还去过日本啊？不是，打工不都去广州吗？他为什么去日本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也想去。
日本实在没芯片可用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都没去过日本，只吃过日本料理。以前总以为顺着长江的轮船，我们就可以去日本。现在听说那里的歌舞厅、女仆咖啡馆都非常好玩。但是我们几个老兄弟却再也不能一起去了，哪怕是最无聊的聚在一起看看黄片也不可能。Thank you.